谁送啊？化妆师好不好？他是水彩，是什么？画家。画家，画家好不好？画家，红色，青天白日满地红，红色的国家，蓝色的青天，白色的太阳。白色的太阳代表照着光明，地上都是雪，然后是蓝天。你是油画画上瘾了是不是啊？好啦，我爱画画。你我不爱画吗？那你好久没去画油画啦。好啦，谁叫我的你没有叫我去看油画。只要你排好时间，你就可以去上啊。好了，先这样子咯。我们现在给你选，你到底想要画画，还是想要去练弹钢琴，还是要拉小提琴？你乐器和画画只能选一个。没关系，画画时间老师都教。所以你想要什么？小提琴。你想要小提琴是不是？真的很想吗？学校老师会教，钢琴我学过了，我会了。小提琴我还不会，我想学。现在讲就不用比他学了。为什么？他真的对那种知识没有概念。他只是想尝鲜，是不是？然后我想。